Paloma.全部都是 BB 声。本分局于14:30接获超商店员报案，指称遭一名歹徒持凶器强盗财物，损失约44,000余元。本分局获报后，立即指派侦查人员及监视小组前往采证及侦查。经调阅店家监视器，将发现歹徒疑似一位男性，头戴黑色安全帽，身穿长色上衣及长裤。于抢到财物后，骑乘机车逃逸。专案小组历经调阅监视器扩大侦查，发现歹徒为一名陈姓男子。于得手后，前往凤山区五甲二路某游戏场藏匿。经警方在现场埋伏等候，见趁先外出，侦查人员上前予以逮捕，并查扣作案凶器螺丝起子一个及赃款60,000余元及注射毒品注射器。经警方追查发现，陈贤于抢到财物后，与毒友豪赌一番，赃款立即翻倍。然警方抽丝剥茧，继续米调一些资讯，顺利在30分钟内掌握犯嫌的身份，并在案发后3个小时，成功将陈贤予以逮捕归案。